国际美食节的活动，今天是第二场我们的越南日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呢，能够请到越南的主厨阮氏金宽来跟大家挥挥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首富金宽。对，那他跟老公呢，有在我们旁边啊，右手边这个部分有开一间自助餐店，然后是金河小吃店。大家有来绿柳市场的话，也可以跟他们捧场。那他煮的啊，不只是今天会教大家的粤式料理，也会融入一些台菜的元素啊，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吃越南菜啊还是台菜，都可以给他多多捧场。那今天呢，在教大家做这些料理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食材的来源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呢，等一下要请大家起身，我们要一起去逛市场，我们来了解说这些食材要去哪里采买，要买最好最新鲜的食材，那煮出来的东西才会是最好吃的。那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身，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市场，买一下食材，谢谢。来，大家请跟上哦。也可以看自己的喜好，这种老板手上拿的这种虾子就是很新鲜。如果大家不管是对，不管是你要买哪一种虾子，老板这边都有，有大有小，都有。看你是想要吃比较大只有口感一点，还是比较小只的，老板都可以很乐意帮你服务。跟他说什么时候拿，像那天我们礼拜五就先来订，跟他说啊，我隔天要拿，因为这样才比较新鲜，所以老板就都先帮我们留好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鸡肉啊，也可以来找老板娘买哦。那我们下一摊来到这边买阿华蔬菜。谢谢，欢迎你们大地主市场啊！我代表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哈、来自治会来向大家来谢谢哈、希望啊大家能到我们地主市场来采买最新鲜的食材，因为我们知道哈、在所有的市集里面，在宜兰市里面，我们的地主市场是停车比较方便，而且也所有的食材也都是最新鲜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到深圳市场，大部分都深圳市场，他们
超市的话，他们都是冷藏食品，做起来的菜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这是我当厨师以来所得到的一个经验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。主厨的助理啊，就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教大家第一道菜，第一道菜是我们的凉拌米线。这一道中间这一道凉拌米线啊，刚刚我们有到那个卖猪肉那边买的这个里脊猪肉片，就是这个，它有先腌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这道凉拌米线来说的话。首先，我们的食材里面有一个就是蔬菜类，蔬菜类就是以小黄瓜、红萝卜来配色，然后有一些最好有一些美生菜，美生菜或者是那个可以生食的，哦，我们毕竟要给它洗净，然后先把米线，我们都是越南米线，所以说越南米线的话要先它是干的，它是进口的，然后用把它给它。泡先泡软之后再烫一下，用热水烫一下之后，我们拿来用，再来用那个冰镇一下，就是给它弄干，这样弄干，就是冰镇之后给它弄干，沥干之后，然后我们这道菜是用猪肉，也可以用那个海鲜的，也可以用泡菇啦，还是那个虾子都可以，只是我们这次是用。那个里脊肉来做，那里脊肉我们是先腌过，腌过的过程就是醋，还有那个米酒，还有那个醋哈，还有那个黑胡椒，越南盛产黑胡椒，黑胡椒粒它是特别的香，所以说，好了，那我们姐姐来讲一下。那个是我们有拌好之后，我们要一起试试，我们用那个调料就是鱼露。蒜头，还有糖，还有这个是自制的。弟弟，那个糖给他大爪，看到吧？他那个鱼露跟鱼露没有很咸，我们倒一半水一半，再跟那个鱼露下去拌。我那就想吃蒜之后，我们要加一点点蒜一点，没有鱼露蒜，要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掉下去就是咸一点，没有咸就是淡。那我们今天有四道菜给大家试吃哦，大家要吃饱哦。鱼露是可以自己加的，你要咸一点就加多一点。如果没有加鱼露，老板娘会为你服务哦。主厨现在在这边新鲜帮你拌好，然后鱼露的部分他不先帮你加，因为怕说太咸不合你们口味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先。